一粒茶炒饭，你炒这两粒，本来咱用这种盐啊，安尼入去，再甲泡起，再甲油叭叭甲拌出来，真正今仔上新的这粒，咱什么？这粒，来，你来看，旧的螺丝抽掉，这个甲锁起来，今仔风甲夹的，风像咧灌风安尼，轮胎这风甲夹的，等下佫弹出来，来，咱今仔小一个。这个片啊，小个炸嘞，等下端来，还袂去端着面，安尼挖来，啊，咱只水要看哈，看即马即两个片啊，你把镜头甲看只，即下我手甲掂嘞，放甲掂嘞，剥者出来，两粒炸出来，好啊，哎，即两粒安尼个炸出来起来，来，咱只问题讲，人客讲，啊，我即个新鲜嘞，啊，我若用个旧个片啦，旧个真简单，咱拢穿好啊，咱咧灌风是咧灌出个风。无够大，旧的新鲜的卖起来。咱即马甲茶肠啊，你甲注意看，即粒的茶肠啊，风吹心甲偷掉了，甲加一支好落去，一支加大个，加大个，加大个。即马再甲倒起来，即马风甲大，即马唔免一支，即马唔免去一支枪啊，即马咱就一支好落去。风强无大干，先关起来，先关，再去。风你也注意看，刮起开起，大干大干，开起，安尼几个断出来，安尼。风非常的大干，因为你鸡蛋啊偷掉，风大干，砰就出去，报告完毕。